记录的上传视频。让我们来康康六飞鱼眼镜的爱恨情仇。哦，我知道怎么设计了，苍蝇。你没有我这个帅，我跟你说。说实话，有点穷。啊，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你拿我玩呢？真相只有一个。漂漂，苍蝇的眼睛。苍蝇的眼睛不就是这样红的吗？我跟你说，真的起到了墨镜的效果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要是晒黑了，它就是条纹。那很大呀。不是也戴了个什么眼镜吗？他说你戴了个眼镜，你就戴了白色眼镜。你没有我这个帅，我跟你说。说实话，有点丑。哟，这什么眼罩啊？这是那个，你是特别像那个。不是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什么？对啊，没看过。你说是什么？你说。假面骑士。另外，捉到一群积极开门、热心肠的六飞呀。几楼啊？